沙拉越政党联盟 GPS 主席阿邦佐哈里宣布 GPS 同意和国盟、国阵及沙巴人民阵线 GRS 联手，以便组织联邦政府。不过国盟主席穆尤丁较后发布的文告并没有提到国阵，两边的说法有一些出入。阿邦佐哈里今天召开记者会，表明支持穆尤丁当首相，而且也同意和包括国阵在内的阵营合作。Membentuk gabungan koalisyen BN plus BN, PN plus BN plus GPS plus GRS bagi membentuk kerajaan persekutuan。阿邦佐哈里明确提到了新政府里包括国阵，但是穆尤丁随后发布的文告说明自己拥有足够议员支持当首相时，他的名单里却没有提到国阵，而是说多名其他国会议员。如此一来，两方有出入的说法令人不禁怀疑这些议员来自何方，或甚至就是来自国阵，而国阵已经就组织政府的事情闹分裂。传闻国阵兼共同主席阿莫扎西倾向跟西盟合作共组联合政府，少了国阵，国盟跟 GPS 和 GRS 合作起来的议席只有101个，还差10个才能跨过简单多数执政的门槛。